中国科学院呢，高能物理研究所呀，这个有几个科学家呢，也跟我搞过这个，测定。那他测定我的时候呢，他就测定啊，就我发出这个，中子啊、伽马射线呐、啊，这个测定的标准呢是超出正常物质啊140倍，就是我们一般的正常那个物体放射量是吧？超出140倍到170倍，是吧？他为什么有？而且呢，他发现我发出这个那个中子成分中啊，伽马射线和中子成分，而那个中子成分还都是这个热中子。